另一款的外套，可是很美。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背后那个前短后长，前短后长就可以这样，这样很美耶，前短后长这一件真的是大热销，看了超高级的，因为它很挺耶，就是你穿起来就觉得它的那个不容易掉。热销3000多件哦，要热销3000多件。对，它亮度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种我们这件制定款的那个资料就是完全超级完全不容易皱的，而且它用料很实在，它是完全你看到你的外套不小心让比较开一点的时候，你还是看得到是同面料的，它的内里是从这边开始往里扯，对，很美很美。也是这样，整个配起来超高级，应该大家都下单了吧？真的，前短后长也是一个小巧思啦。因为我觉得大家买的话，其实以往可能比较不会有前短后长的。对，卡其绿，卡其绿，灰绿，灰绿，对，它其实这也很好搭、欸，很好搭，因为它是比较偏冷色调一点，不会那么的浊，不会那么的偏大地色那么多，所以其实有一些可能比较挑肤色的人，什么这件的这个颜色，我就觉得它很安全。没错，对，偏灰多一点，对，就是超级无敌百搭。这样子搭也超美的，就是颜色其实很好搭、欸，很好搭。可以配这个外套，这样子，这个就你们就可以想象说，之后再冷一点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这样子搭，层层叠叠。其实我觉得非常好，这种空间很赞诶。而且我发现这边呢，因为你们把它做成就是你知道比较散状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有一点像斗篷似的，你里面就不用在乎说我穿多厚，会不会就是变得很胖这样，完全不过。你们如果有买的话，其实我觉得不难搭配，就像我们这样，比如说你衬衫现在如果还没有到那么冷的话，衬衫可以搭风衣外套，然后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小背心穿一下，然后再冷一点的时候就把风衣外套穿上去，穿这样三件，我觉得刚刚好。